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一字。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8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孤儿在希腊文当中是 orphanos。 orphanos 形容的是什么呢？ orphanos 形容的就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，或者是一个老师把他们抛弃了，这一群的学生就已经没有老师了。所以耶稣在这时候正在跟他的门徒讲，就是说你不会是一个没有老师的，你不会是一个没有师父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一边讲的是说我会差遣圣灵来。那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样事情，我们不是孤儿。不是孤儿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孤儿的意思就是我应该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是属于什么的，我的家族是什么，我有一个荣誉感在这边，因为我是属于这个的荣誉的里头。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。但是在这边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孤儿的概念，我们应该要知道说上帝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属于荣耀的，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身份。我们不需要小看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不是孤儿。耶稣他不是离开这边把我们当做孤儿，因为他耶稣虽然离开，但是他差遣的保惠师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圣灵在这一边陪伴着我们每一天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。希望这个对你们大家有帮助。每日一字，我们下次再见。